我呢，我今天带了简单的试霜，然后我刚刚看老师讲说，哇，流行重点2023，对，2023有那个酷管，对，酷管的约，对，因为其实像这两双其实是同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就是很擅长就是把。 把它的就是很低调黑色的颜色，可是它的鞋子都是很做比较运动的，所以你看这双，这双穿起来真的很哇，那裤子对，它其实穿起来是到小的大腿的一半，这好对，然后非常好穿，你穿这个就没有问题，对，你穿这个就上山下海，因为它平底的，对，它平底的，然后主要是因为它的宽，你看起来它这个。 很舒服，那个要看气质，是你气质好，这双给我穿，那请问会挂丢啊？哦，还是被去收臭啊？丢，对啊。不会，因为你腿很漂亮啊。对啊，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这一种靴子、裤管靴，就配个什么短裤，短裤啊，或者是那种比较破感的，就像老师那照片破感的那种短裤，嗯，对，就会觉得哇，很好看，嗯，很帅，这样可以翻起来我们看吗？那个裤管。 哦，对，它其实是里面是一个靴子，里面好软，软的，软裤，那应该很舒服。对，很舒服。它真的要有那个套子耶，要不然很像我们拍古装的，对，很像忍者鞋，忍者鞋，对。所以这一双难怪好穿，对，我觉得飞檐走壁，秋冬对，然后也对，下雨也不怕，最近还蛮常可以穿。然后这双已经哇，旧到已经。 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那其实跟它也是就同一个设计师，只是它又跟艾迪达联名。嗯，那我一直舍不得丢，已经变黄了，因为它四件好穿。嗯，就是因为它是算有一点麂皮的。嗯，对，所以你就是，然后又刚好遮住，因为我像我就刚好遮住小腿肚。我买靴子啊，其实因为大家没有发现我很少穿短裙，因为我的腿型其实不好看。有吗？真假？我有点 O 型腿。真假？有点 O 型腿，就是我这边这个小腿这边是 Y 的。 歪的，所以对，是歪的，所以我选靴子啊，我一定是要过这个脚踝这个地方，那不然我就是要穿袜子把它修饰，嗯嗯，对，然后因为加上这几年啊，我又爬山啊，我整个小腿又更加茁壮了，所以变成我挑靴子又更多禁忌，但是就是。 我是觉得靴子搭袜子是一个很好可以修饰腿型的那个，那这个就是像这种长度到小腿肚的一半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嗯，显比例，对，还有解决我那个 O 型腿的问题，因为 O 型腿是从这边开始歪嘛，就是这边会弯弯的嘛，然后就会帮我把这边立直，我看起来的腿型就不会，对，不会那么凹，不会那么开，对，然后像这个也是啊，要么你就是，它根本看不到腿型，对啊，对啊，超修饰，对啊，就完全就是让你腿把你腿弄直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呢。 这一双是不是很不像我？对啊，是不是很不像的吧？对，不会。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越到过年啊，你就会想说，要来逼自己买一个喜气的、元素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穿的这样欧噜噜啊，来一双这种鞋，蛮好的。对啊，就是比如说，很像人的，很像。不会啦，反正就是对啊，就想说啊，就快过年了，就会特别想要选这种。 有一点带红的，又带亮的啊。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搭，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泡泡袜嘛。对。它其实搭泡泡袜也很好看，没有那么违和感。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像这三双都没有秀慧姐那种什么男穿要截肢的那种形象。这一个呢，这就比较颠了，这就很颠。可是我必须说，这个皮哇，真的是超舒服，真的。 因为他们家就很厉，就很出名的是他们的皮质，然后整双非常的轻，就是你在想要标三字经的时候，会想说算了啦，就你知道啊，就冷下去了，因为就是型好看，然后皮质又舒服，然后只有前面想要截肢，嗯啊，因为它也是很窄，很窄，一直冲的高啊，都是尖的，对，可是它就是除了这边以外，然后整个型啊，因为它也是直筒的，所以也是会修饰我一点点 O 型的那个感觉，嗯，然后加上因为它是小羊皮的材质，又是黑色的，我觉得。 非常百搭，或搭那种
要长不短的那种裙子，也非常好看。嗯，对，这就是我的试双靴子。2023年新年快乐，我是唐绮阳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一年运势如何吗？赶快订阅《女人我最大》YouTube 频道，带你掌握个性做运势哦。